掌厨。今天我们学做神奇的千层包菜。我们先把洋葱切丁，再把胡萝卜切丁，在一个小碗中打入鸡蛋，搅拌成鸡蛋液，将猪瘦绞肉、洋葱丁、胡萝卜丁倒入鸡蛋液中搅拌均匀，再放入盐、胡椒粉、豆蔻粉调味，继续搅拌至粘稠的猪肉蛋糊。在热锅中加水煮沸之后，放入包菜，焯水三分钟左右。在热锅中倒入奶油，交互的叠上包菜、猪肉蛋糊，倒入高汤和白酒，盖上锅盖煮三十分钟左右。煮好之后揭开锅盖，用锅铲分切成若干块，连同汤汁一起盛盘，最后淋上番茄汁就完成了美味的千层包菜，尽情享用吧。看视频学做菜，就选掌厨。